Hello，各位观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黄衣之主汤酱。好，这次呢玩的是死灵师，一样是死灵师，不过呢上一次玩的是双剑嘛，那这次玩的是带这个邪火令，就是后面这个金挂有没有？后面这个也是一样，是一个绿色的蜡烛，整个就是一套的啊。废话，因为它是一套卖的啊。好，这样搭配起来呢，有什么效果呢？就是把人家抓气球的时候呢，能够有一个特殊的效果。对，那这个特殊的效果呢，要等到抓气球才知道。所以呢，前锋一直跟我玩，是不是？好，我就不理他了。好，我找别人，找别人啊！一开始动那么慢，对不对？用前锋真的是自讨苦吃。我们来找其他人，我们试着呢挑软的来吃，好不好？前锋一直跟我屁股后面呢。不要脸，跟屁虫。好，算了，让他跟吧。他可能到时候想要撞我，非常有可能。好，有耳鸣喽，我看一下这附近有没有人。机械师是比较讨厌的啦，如果能找到机械师的话就好了。然后还有魔术师，还有调香师，其实都还蛮讨厌的，对，都非常的讨厌。这谁？哪位？现身吧？还是没看到脸？哦，看到了，是我们的魔术师。魔术师，我来喽！魔术师其实应该比较好对付一点呢，对，应该是啦。不过他如果放这个幻象的话，我觉得也蛮麻烦的。好，看一下能不能顺利堵到他。我的蛇，来吧，吃我一发！幻象跑去哪了？好，这边还没跟丢，继续来给他一个蛇。这还没打到 我的蛇在干嘛？好好工作啊，蛇，领薪水的。好，等一下哦，这边。这边绕过去，看到了这边，好，非常会绕，已经绕掉了两台机了。我觉得这张绕去之后，对我非常不妙。打到了吧？不敢翻过去，对不对？怕被震折啊。好，其实呢，用蛇限制对方走位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啦。好，再来哦，想进去是不是？来喽。打到了吧？想要玩？好，我们去地下室玩吧。说没有，就是这个效果，邪火令就是这个效果，有那种蛇的 U 字形，然后上面那个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我看不清楚，应该是幽浮吧，不是吗？好，地下室来了，我现在看到各位队友呢，注意，我们的魔术师呢被抓了，所以呢，你们可以下来救魔术师喽。有要来吗？有耳鸣啊，应该是要来啊，地下室是很危险的。地下室对他讲，不是对 Happy 讲来讲呢，是非常适合的，因为就是很适合手撕的氛围啊。来啊，前方来是不是？再给你，没打到，还好。打到了吧？好，魔术师救人时间是很长的，救的风险非常的大，又捞到了一个，哇，还有两个位置空着，好，还有位置哦。接下来看谁要来，你的队友又被我抓了。哦，调香师，这边有位置，请坐哦。哦，想救吗？又是救魔术师，一个魔术师可以捞到三个人，也不错哦。太好笑了。好，现在已经三个被捞了，剩最后一个，快坐满了，椅子快坐满了。对，飞掉了一个，最后一个就是给机械师坐了。对，机械师来吧。不是吧？从头到尾都不用移动啊，这边等就好啦。机械师会来吗？因为有耳鸣，我觉得非常有可能会来。对，来坐坐啊！地下室其实真的很危险呢，这么多只蛇，对不对？唉，要来自投罗网也没办法。没打到。来，我有机会，要救吗？看你要救谁？打到了，再来一下。好，地下室坐满了，太棒了！让我举起。不想做也不要这样子嘛。好，我觉得呢非常的有趣，瞬间就秒掉一堆人，但是速度太快了，所以呢，我们来玩下一局吧。好，第二局我看能不能尽量放地下室，红教堂嘛，地图比较小一点，应该是说比较集中一点，所以呢，应该能够尽量放地下室玩，好不好？我觉得放地下室呢，真的蛮好玩的，而且呢，我们 Taco 酱呢也真的非常，不是，是 Happy 酱，Happy 酱呢也非常适合把人放在地下室，因为真的是非常好手势啊，蛇是很凶猛的呢，嘶。
不是，是气音才对。好，来咯，看到主题。谁？这次调香师一样是有一个，然后前锋也是有一个，技师和医生是不重复的。好，来，来哦，调香师，我来会会你。不过应该要喷香水，对不对？哎，不喷吗？喷一下嘛，小气，干那么省着用。好，我现在追的时间够长了，应该可以累积两只触手了，不是两只蛇了，闯进去吗？哦，他真的会走位，一下不进去，我现在已经我受够你了。好，终于喷了一下香香了，但是他还有两下，唉，跟调香师玩是不是真的很亏啊？不知道，哎，按不到，好，哎，又让他喷了一下了。好，你上最后一次喽，谨慎点使用哦，小心使用，因为马上就要用完了，而且你身上已经够香了，还要再更香一点吗？其实香水的喷法不是这样喷的，你知道喷太多香水呢，很容易就是过于香，然后就显得俗气了。对，正确的喷香水方法呢，只要喷在手腕下面的动脉处，然后互相轻轻的摩擦，然后再将手臂触碰耳后就行了。对，完全不需要像你这样喷啊，这样喷很浪费，而且香水一罐也是蛮贵的，你知道吗？除非你是山寨版，山寨版就无话可说了。哎，居然把它喷完了。可恶，我觉得时间耗掉太多了啦，这样下去的话破一集都会破一晚了，这样对我很不利。而且黄衣之主他讲就算变成蛇，不是 Happy 讲 Happy 讲就算变成蛇之后呢，我们移动速度也是没有变快啊。对，蛇其实移动速度其实很快的。各位知道世界上移动最快的蛇是什么蛇吗？答案是黑曼巴蛇，它的短距离的移动呢，时速最高可以到16到20公里，是不是很快？好，两只大蛇在望着你，有没有觉得很恐怖？看来是没有，直接跑掉了。好，没关系，我继续追击，从旁边绕。这很刁钻呢，我这样整个就没办法哎，一直绕，一直绕，一直绕。哦，有希望哎，差一点。哎呦，蛇就不能长得再长一点吗？我这个蛇是几岁的蛇啊？如果再大个一两岁的话，应该是可以哦。还是变成大蟒蛇会好一点。不过这好像不是大蟒蛇，又好像是大蟒蛇。没挥到啊，太亏了，各位。这样下去跟观众真的是不好交代了，溜太久了啦。好，没关系，这一下可以哦。在你翻窗的时候正则 ，yes， 终于达到了哦，累死了。啊，身为只蛇，其实不用脚也是很累的呢。地下室在哪里啊？先放外面好了啦。对，地下室，地下室什么的，晚点再说好了。我觉得应该先来拉到这个位置。然后呢，看一下这是谁，前锋啊撞，前锋没撞到我，你怎么了？前锋你有事吗？前锋，好，救掉了，不过无所谓，可以，前锋，我对你愤怒已经累积到差不多了，你再撞我一次就试试看，你就完蛋了。好，再来一下，我生气了，而且还晕很久呢，你从哪里来的、啊？你那从哪里来的？别的国家来的吗？好，现在怎样？怎么这么远？距离真的很远哎！为什么前锋撞我可以晕那么久？好，没关系。这时候呢，在想这些也是于事无补了。我们必须先把调香师给追回来，然后呢，先把它放上椅子，不然真的是没办法了，已经破掉两台了。一定要一个先飞啊！没有一个先飞真的不行。有办法。等一下，差一点，太短，太短了，蛇真的太短了啦！没办法。我们这个蛇呢，就这么不争气，没打到。好，我觉得调香师溜我太久了，你知道吗？溜太久之后，我就觉得很亏了。然后现在破译机只剩下两台没破译，我觉得这一次，有点麻烦啊。我觉得应该淡定，对，一样是心态不能崩。停，策略改变，我觉得要先追其他人会比较划算一点，先抓其他人，然后再引诱调香师过来救。这应该是比较好的办法。好，我来找其他人。调香师虽然说已经上过椅子了，不过策略要稍微改变一下。对，调香师太难玩了，应该说太难跟他溜了。好，来喽，有希望，有希望哦。这个护士，没打到，再 A 一下，又没打到，最后再给你 A 一下，好，打到了。啊，前锋，猜一只蛇还是另外一只蛇啊？你在想什么？好，又回来了吗？他会回来吗？是会回来。好，回来了。回来了也没办法，要撞我吗？食物没有，该不会球用完了吧？有这么快吗？好，放上去，太帅气了。那接下来看一下，
好，这个台电机一定要守一下，不守不行。哎、欸，没打到，还继续破译完了嘞。好，糟糕，他要去救我们的医生了。好，我们看有没有希望能够打到这个前锋。来，打到了吧，总算是捞到了。好，放椅子。哦，现在很难讲哦。原本以为会输，但是现在我觉得很难讲了。现在可能会赢，但地下室可能是没办法了啦，因为太困难了。对，坚持要放地下室也不是什么好事情。好，现在抓到两个人，那我现在先来守医生好了。现在赶来救的呢，只有祭司了，只剩下祭司而已了啦。因为调香师损血了嘛。但是祭司如果坚持不过来救的话呢，那调香师也是要过来救，对，也是得硬着头皮过来救，没办法嘛。好，最后一台破译机有可能在压机哦，耳鸣来了，看是谁。80% 是祭司吧。好，医生飞了，守住前锋。我的蛇放在这里哦，足迹来了、欸。打到了、欸。好，继续。想再来。想得美嘞。好 ,OK, 调香师也被抓了。这算反败为胜吗？算吧。好，接着呢，我其实是蛮贪心的，我一定要四杀，三杀呢，其实存在感、成就感不太够。好，这边这个方向我看一下，哎，有可能会翻过去，对不对？先回防一下，他说可能翻那个窗过来啊。哦，看到足迹了，耶、yeah, ，轻松，轻松结束。好，结束了，全部都被抓到了哦，很爱玩嘛。OK, 解决了。那熄火令呢，其实看起来就是这样子的。有点不明就里，不过就是帅帅的感觉。对。好，以上呢就是我玩黄衣之主 Happy 酱的影片哦。如果喜欢片的话呢，别忘了按赞哦。好，持续这频道的话呢，别忘了订阅我，按下旁边小铃铛。另外 IG 呢也别忘了追踪我。我是欧拉，下期见，拜。